就是吃醋了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不要。威廉先生，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随时提出。你说的非常详细。这次小顾总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的。哎，女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威廉，好巧啊。原来你在顾氏上班。哦，顾荣是我的老板，我是他的保镖。Cool。上头事儿，真是太好。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，威廉先生，不知道您对我们的项目提案有什么意见吗？坦白说，我相信顾氏在中国市场的运营经验，但是我很担心你们怎么吸引年轻的客户。在你们现有的方案里，我看不到什么新奇的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去过你们的商场，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所有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。女下，你觉得顾氏的商场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威廉先生，你有去过顾氏最新开业的那个商场吗？没有。那您在宁海参观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顾氏商场里的垃圾桶还有休息椅？好像在修理中。给。是的，这是顾氏最新一季的主题设计，我们利用了涂鸦的风格。Wow。 我们想要将最潮流的元素与商场中最常见的物品结合在一起，带给大家充满活力和年轻的氛围。在顾氏的每一个商场当中，有将近百个休息椅以及垃圾桶，这其中每一个设计都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这个设计才刚刚开始进行投放，但是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网络打卡圣地一般的存在。我们想要带给客户的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。就目前来看，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。虽然这些都是一些细节，但也代表了顾氏想要成为差异性商场的决心以及尝试。太棒了，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的提案了。我没想到你会中国功夫，还对设计那么精通。顾，只要有女侠在，我一定放心和你们合作。合作愉快。不过咱们的合作里头不包括我的女朋友。嗯哼。没想到最后搞定 SC 的居然是苏静静。想不到啊，小顾总的女朋友有点实力啊。哎，就是可惜了白总。本来嘛，职场女精英和霸总双强 CP 多好啊。你快得了吧，小顾总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对他就没什么好感。他们不是认识很久了吗？要是有什么早在一起了。对，还是总裁和女保镖的 CP 更好磕。哎，你什么找你的 CP 啊？你管我。后续的合作我会让法务再跟进一下。顾，在我们合作之前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借给我？这种要求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想借她两天，在美国一个购物中心，想做中国武术文化主题展。我想请你拍一个短片，就在苏家武馆。女侠，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你是说拍电影吗？但我不会表演。放心吧，我有专业的团队，你只要展现出几个动作就好。那好吧。我爸说了，弘扬中国武术文化，我辈义不容辞。谢谢我的女侠，到时候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小哥怎么着急了？是错。爸爸说的。今天可实在太刺激了，
我实在没有想到威廉居然是 SC 的总裁。怎么样，你女朋友厉害吧？不仅帮你搞定了商务合作，还有人请我拍电影。说吧，要怎么感谢我啊？守着你，不让你再乱跑。说得好，继续保持。哎，对了，你拍过短片吗？我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怕到时候出乱子，你会不会陪着我啊？我又不是导演，陪你干嘛？哎呦，谁家老醋倒了呀？怎么一股酸味啊？酸得很，真酸。对，我就是吃醋了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不要。白总，这是 SC 集团发过来的合作意向书，顾总让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啊？我记得威廉先生说下周才能反馈呢。我猜是因为苏静静，听说他俩之前就认识，这个威廉先生呢特别喜欢武术，要说呢这个苏静静还真是顾总的福星呢。你可以出去了。好的，白总，我先出去了。